清晨，我们如期的在檀香荔湾北门集合。哎呀，啊，今天我们队伍要壮大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姿势怎么样？好，这姿势好。看，我们檀香的啊，孟老师，群主挥舞大旗。今天是五星红旗啊，国庆节要升旗。今天哎，迎风飘扬。我们要进行登山活动，登顶。今天啊，现在这个檀香的登山小分队出发了。今天要登顶国庆节啊，好，大家都很兴奋啊。有些人是从昨天晚上特地赶来啊，从外地赶来以后直接参加今天的登山活动。好，今天我们迎着朝阳啊，走在行进在上山的小路上，大部队啊，后边还有人。好，是王姐。Hello. 好，还有戴博朗后边。哎呀，今天啊，你好。好，后边还有人。时光荏苒，大哥。好，往上撑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唱起来，唱起来。哎，我啊，你啊，老乡啊。对呀，老乡啊，老乡见老乡，连眼泪汪汪。好，老刘已经不给你照了，你看他。唱一座高山，我歌唱飞一条河。好，袅袅炊烟，小小村落，路上一道折。啊，嘿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檀香的大姐啊。对，反说了都，都是檀香的大姐。对，一。好，你看看达人啊，到那个顶啊，到这上面来试一下，我们俩到这个上试试。哎呀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真好。你再上来试一下啊，这非常好，平啊，对的。达人和时光荏苒。哪个顶啊？看了吧？我们在一号小平台。哎，月亮。这个是一个全景。360度的全景，哎呀，太漂亮了这个景。嫌疑说爬山。360度的景。小队变成了大部队了。对，我们越来越壮大。队伍越来越壮。嗯。好，给你拍张照片。然后到底上，插在上面再拍。好，你看看这个悠然。悠然挥舞着旗子，帮你拍个视频啊！哎，还有没人呢？好，悠然美女挥动，啊、舞动你的国旗。好，好。2022年10月1号早晨6:30，乳山快要登顶了，现在是又一个台阶。再拍照一下，留个纪念。哇，天好蓝呐！看看这些小区，清晰可见。太漂亮了。好啊，继续登顶。这还不是顶嘞！哎，这不是顶。妈呀，走，离这还远呢。这上面是顶。啊，走。整整一圈，好漂亮。啊，这个地方又上了一个台阶，这个地方比刚才那地方还漂亮。今天2022年10月1号早晨，大约6:30吧，好漂亮。天空不是很蓝，但是。层层白云也漂亮。啊，现在我们到了，快要登顶了啊，非常险，不好走。现在
正在攀爬。哎，我们第二次爬，对。山顶献花的啊，这个好的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好浪漫，好浪漫啊，好浪漫，还得说一句，还得说一句，还得说一句，哎，长龙山顶啊，这是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山顶啊，哎，国庆节，再来个拥抱的呀，哎，拥抱的，拥抱飘了，过千，我咱转了几圈，好，等会儿。跨过奔腾的长江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不带你们这样的啊，不带这样啊，哎，还是重新唱，重新唱啊！我爱人，爱人，好不容易录个视频，这样，这样的，哎，好。檀香里外的登山小分队顺利登顶，庆祝祖国的生日，唱起来！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！和着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。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我咱转了几圈儿啊，好山越过平原，跨过奔腾的长江。有点大气儿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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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